当中被做过最浪漫的事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是最浪漫的事。天哪，为我一个人开了演唱会。对，一场只有泱泱才有的卢广仲演唱会。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就想好，我想要把我知道最好吃的都跟大家吃一遍，这样可以创造只有属于我们两个的一个，是不是？觉得要练习恋爱有点困难，重新找回爱情的模样。单身多年的卢广仲和泱泱上恋爱时间秀《我们恋爱吧》，练习爱情，一起创造只属于两人的回忆。要穿同样的衣服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件衣服你们要好好。哇，哎，我这次做这种情侣衣，这种哎，我也是第一次。是要有什么意义的图腾什么之类的？不，没有意义，有时候也是一种意义哦。好，真的是哲学。播，我可以 order 播吗？比如说我想问，其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意义哦，好不好？我希望，因为我是有那种风铃，生命是无限的，有那种你知道很多 ，OK， 这样我画你画我，好 ，OK， 好，等着给我画一下，蛮羞怯的感觉。也不敢可能直视太久，我眼睛一直是看我自己的膝盖的，想要不然这样你知道就是我就想象如果这样他在看着我画我，然后我一直看着他这样拍死，就被画的人的心情就是有一点紧张小娇羞，就是因为一直被这样子观察的感觉。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真的很敢这样，我因为对就是希望不要画丑的话，可能他会不会因为因此而讨厌我？这个是尽量把它画出一个状态，一直这样持续注视很久，也蛮是拍谁啦。所以今天这个体验真的是蛮流手汗的。一份共同的回忆，然后就会让我愿意就是尝试情侣梯，或者是甚至其他事情，觉得会很有纪念意义。为什么你可以防御啊？因为往后就是防御，往后就防御了吗？这个人炫技，电动这个我真的是，因为我小时候花了蛮长时间在研究格斗游戏这一块，所以，但我觉得他很令我意外，就是他居然很喜欢。我喜欢男生教我打电动，因为我觉得学的时候看他那个耍招很帅之外，就是自己跟他打又觉得很开心。所以女生对于这种比较没有兴趣，但他有这个反应，我就说哇，他真的很特别。两人个性意外契合，卢广仲也在约会尾声送给泱泱一个浪漫惊喜。曾经，是不是唱不出来？曾经，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。配乐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没有什么好不好，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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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好，遇到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曾经在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今天的第六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偶像剧的情节出现的时候，会觉得想笑。对，第一眼会想笑，但是后面我觉得蛮感动的，这算是我人生当中被做过最浪漫的事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是最浪漫的事。天哪！为我一个人开了演唱会，对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